所以这一台是11.5代了哈，它的上面螺丝是粗的。OK。OK 了，好，是在那个 Artist 的社团嘛哈。好，来这一台是Toyota Artist 11.5代，那经理的话哈，有之前如果有机会啦，都会在 Artist 的社团里面呢，跟各位来做一下安装 KT 避震器的分享啊，还有一些选择避震器的方式，那安装的一些细节 ，KT 的特色都会一一跟各位来做介绍。那我们一样，先来看一下这一台11.5代啊，其实车主也升级了不少东西耶。常常我在跟比较新手接触改装的车友来讲哈，会先从接触地面的第一个零件来做改装，来做升级哈。那今天车主升级的这个轮胎呢是 PS4 这一条是米其林的 PS4 日版的话，它原厂就配17寸的嘛，所以它2154/57已经升级的这个 PS4， 这个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接胎啦。不论胎噪，不论磨耗，干地湿地都有一定的水平，所以它的口碑的话是相当的不错。那它的产地也有很多哈，好像也有泰国，也有大陆之类的哈。好，这个整体的 CP 值还不错。那车友的话，原先的后下拉杆哈，有改了 Horis 的，哈，也有改了这一支，算是一个防倾杆的功能了哈。那原厂的话都还是避震器的话都还是维持原厂的。那这个是原厂的后面的避震器啊，它这一台车算是拖曳臂，只是它把拖曳臂的系统，本来拖曳臂的系列啊，像是 Yaris 的哈，或者是 Fit、Swift 之类的，它是拖曳臂，可是它的弹簧跟避震器啊是分开的结构。那 Artist 从9代到11.5代哈，都是一样，都是这个设计，它把弹簧跟避震器啊坐在一起。那几个选择这个世代9到11代避震器的重点，第一个上座的部分哈，这台车的结构已经很简单了哈。那可是如果啊上座的这一块橡皮外径太小的话，它会滑动，刚改的时候不会有异音，可是装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有金属的敲击声，那就是这一块的橡皮的外径啊太小，它会滑动。第二个选择这个避震器的后面避震器，因为它是拖曳臂，所以它的路感回馈的话，相对来说弹簧的选择、弹簧的形成、弹簧的设计都非常的重要。如果啊这个弹簧的长度做得太短，那它的形成就会被弹簧的形成所限制住。那经济可以，但是道路舒适的话，可能就不是那样弹簧所在行的，所以这条弹簧啊 ，KT 打到190长，那它的上部的这个上径，它是跟原厂的橡皮呢是框在一起，没有任何的转接座的形式，就跟原厂的一样的设计，所以是上大下小的设计。我们可以看到原厂 Artist 的后面的这个上面也是大的，下面也是小的哈，所以这个都是一些比较细腻的地方，提供车友在选择避震器的时候可以多多注意。如果后方这个弹簧有的可能达到才16公分，甚至是15公分都有，那上方的话还要透过转接座的形式，那通常都是找通用的弹簧来做转接的方式。但 KT 的话，这台车会广受到车友们的捧场，主要还是因为KT 的话这些细节全部都是做专用的。好，这个是后面哦，后面的话 KT 也有附新的上座哦，这个上座都不需要再拆下来做沿用。来，再来了哈，这个是11.5代，那11.5代跟11代最大的差异啊，就是在这一颗的螺丝。如果是11代的话，这一颗螺丝是细的，是 M8 的，那到了11.5代，
这个螺丝就变成是 M 型的，所以这个上座的设计不太一样。那如果是最早一开始的九代，这个螺丝孔是15mm 的，那到了十代、十一代、11.5代，这个螺丝孔就变成是17mm 的。所以这些细节呀，KT 的话都是做专用的规格，包含这个上座啊，也不是靠转接的，就是做这样像原厂一样的螺丝的大小哈。那这些上座都不需要再拆下来沿用了 ，KT 的话都附新品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装上去之后的样子。来，这一条弹簧193，好，蛮长的，然后做5公斤的规格，5公斤。上座的话 ，KT 有附新品。那阻尼调整的话是在后座哈 ，Artist 的话之前有拍过影片的，在后座啊，我们把后座往前掀之后，在后座的后方有一颗旋钮，可以调整后方的软硬度，这个是后面的介绍，所以它的结构很简单。那避震器的安装啊 ，KT 是有分左右边的，原厂也是一样，它的上座后上座的话一样有分左右边。好，来，这个是前面的设计，前方的话，这一条弹簧 KT 也很用心，我们把这一条弹簧啊，通常啦，这个车款呢、啊，前面的弹簧通常是会配直卷式的弹簧，但 KT 为了Artist 本来就很舒适哈，所以为了保有一部分的舒适度，所以我们把前面的弹簧改成是灯笼状的弹簧。那灯笼状的弹簧，你可以看到它的外径啊很大哈，所以它中间这个外径的话125很大，而且它弹簧跟弹簧之间的线距啊拉得很开。所以一样是20公分、200mm 的长度，它所能够上下作动的行程啊，会比直卷式的弹簧多出35%。而且这样形式的弹簧，因为它是中间是胖胖的，所以压下去之后的回弹力道啊，也有一部分会往两旁来释放。所以这种的弹簧，它的作动就会比较缓和一点点，不会像直卷弹簧那么回馈那么的激烈。所以这种弹簧舒适度一定会好很多，所以这个是 KT 前面所专用的弹簧。那这边有一些，这个是刹车油管嘛，刹车油管有专用的固定位置， ABS 感应线也有专用的固定位置，离载串的话直接沿用原厂离载串就可以了。这些的零件呢都是这一台车所专用的规格。再来是 11.5 代前面上座的部分，刚刚影片有介绍到这个螺丝11.5代啊，它是 M 型的，所以这个螺丝的话 ，KT 也是做这一台车所专用的规格。那在这个上座的中间，这里有一个 KT logo 的旋钮，这个旋钮就是在调整前面的软硬度的。所以 KT 的不只是软硬能调整，高低的话也能调整。这台车的后面很高哎，前面的话大概是4指幅，那后面的话可能大概接近5指幅。所以今天的车友想要把车高也顺便来做降低，所以待会的话前面大概会剩下2.5指，后面的话大概剩下2指，这个也是这一台车的车友最常想要降下来的一个高度，既不会影响到正常使用的时候下巴会磨到，那整体的一个重心的话也往下挪，所以操控性上来说的话也会进步很多。那在软硬度的调整之前还有一个工作很重要，是轮胎的胎压。在 Artist 的门驾驶座的门打开之后 ，B 柱的下方有一张贴纸，那一个贴纸上面就会记载着，胎压冷胎压的时候大概要打多少。那这一台车的话大概是32到33 PSI 左右，所以我们把胎压先把它设定好之后，再来调整阻尼。那阻尼的调整的秘诀啊，左边跟右边一定要对称，前后的话倒是可以有不同的段数没有关系。那像这台车，我们一般推荐的段数，大概都是15到18段左右。车友的反应呢、普遍来说都还不错哈。那这台车，我们销售的状况也还不错，包含了最新款的 Artist 12代哈 ，KT 也很早很早就已经开发完成了。那如果啦，车友们有想要试乘，好，可以再试乘看看。我们从台北到高雄的话，都有可以安装服务的据点，甚至是宜兰、花东、澎湖都有，所以如果啦车友们有想要试乘，或者是有经理刚刚介绍所不及的地方，
也都可以私讯问一下我们小编。好，那如果下次还有机会安装到 Artist 的话，也会开个直播跟各位来做分享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